欢迎各位看官收看第五人格深渊的呼唤精彩操作 TOP5。 本期第五名来自花火帅气的杰克。杰克在迷雾区域发现魔术师后，先是小套路骗魔术师下板，刀技过板命中魔术师，随后沿地面裂痕持续追击。在这里杰克发现魔术师并没有通过板区，而是选择绕路，所以在自己过板时预判出刀，虽然自身被砸晕，但刀技依然命中，在还有五台电机时将魔术师击倒，取得了很大的前期优势。第四名来自乔纳森·帕拉斯红蝶的最后挽留。此时大门通电，求生者三人满血，红蝶先利用挽留击倒空军，将空军绑在狂欢椅，随后并没有着急传送小门，而是向医院内部试探，通过耳鸣确认有人后，果断向医院门口处靠近，发现调香师留下的痕迹，跟随痕迹进入医院。注意这里红蝶突然传送，使调香师认为红蝶要去小门堵魔术师，而其实自身则传送到狂欢椅之处，调香师被骗从楼上跳下救人，被红蝶堵个正着，红蝶利用挽留最后的时间击倒调香师，惊险的赢下了这局比赛。第三名来自烟三前锋的精彩救援。这里魔术师已被击倒，前锋利用月亮门废墟复杂的地形不断干扰小丑挂人，此时小丑压力很大，只能强行挂人，前锋远距离冲刺，但小丑反应非常快，直接将魔术师放下，虽然自身被撞晕，但魔术师依然趴在原地，随后小丑拉火箭套路，但前锋稳如泰山，下板挡掉小丑冲刺，继续翻窗牵制，小丑想要回头挂人，前锋突然翻窗回来撞晕小丑，将魔术师救下，接着硬扛小丑一刀，帮助魔术师逃生，将前锋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。第二名来自 CC 直播刘明月的完美车技。这里小丑开启无限火箭冲刺靠近慈善家，慈善家快速转移至最近的窗户，两人在这里展开精彩的心理博弈，小丑不断左右回头想要套路慈善家，但慈善家非常镇定，并没有急于分窗露出破绽，随后小丑选择不断在左侧来回扭头，对冲刺方向的控制非常完美，慈善家也是连续翻窗拖延时间，连续几次之后，小丑在冲向外侧的狭窄地形突然扭头击中了翻窗过急的慈善家，开启技能，两个人在经过一番追逐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，小丑先是拉火箭套路一波，接着一个过窗刀技，在还有五台电机时将慈善家击倒，同时打出震慑，降低了之后的手势难度。本期第一名来自国民好孩子机械师的人皇级牵制。机械师由于翻窗较慢，所以利用小丑踩板的空档转移至医院内部，小丑距离预判失误，空了一个冲刺。注意这里机械师在小丑紧随其后的情况下没有急于下板，而是判断小丑抽刀将小丑砸晕，拖延时间，跳楼后也没有急于转点，而是观察小丑是否通过楼梯进行套路，发现小丑走楼梯之后马上利用破窗理论加速，导致小丑又空了一个火箭冲刺。回到医院，机械师来到二楼卡死位置，故技重施，将想要使用过板刀的小丑再次砸晕，跳楼后直接下板，同时躲在一楼电机室等待技能冷却，最后在有两阶技能的小丑面前成功逃生，堪称人类医院走位的教科书。好了，本期小组赛的精彩操作就看到这里，大家可以通过网易 CC 或者游戏内的旧闻新意持续关注我们深渊呼唤的庆典活动哦。